6月12日上海电影节开幕前夕，都市爱情电影《爱情麻辣烫之情定终身》在上海举行了让爱沸腾发布会。导演肖飞、真长张协主演，何润东、秦昊、周一围、张子琳、田园、黄灿灿亮相。发布会现场首次曝光了七人主题海报，到场的六位主演变身麻辣串，秀色可餐。为了让观众了解电影中每个人的爱情关系，六位主演在台上还默契选择不同道具来形容对方。何润东为黄灿灿选择了棒棒糖，又是大赞五大女神黄灿灿像甜美的棒棒糖。我很饿，就喜欢就想拿吃的。没有，其实因为灿灿很像一个棒棒糖，很甜很 sweet， 所以呢就很像她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对。秦昊和张子琳二人分别为对方选择了皇冠和大型胶囊。张子琳称秦昊是治愈爱情伤痛的良药，秦昊亲手为张子琳戴上皇冠。不愧为女王的张子琳则在发布会结尾的惊喜环节展现时下最火辣的反手摸肚脐，毫无压力称霸全场。对，我们工作人员其实应该准备一张大照片，摸到了吗？再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哇！受访时谈及日前伊能静为自己祈福跪红双腿，秦昊满是心疼，还发表浪漫宣言。前两天伊能静就是给你去寺庙祈福了嘛，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行动？这跟电影没关系，那就无聊了。那这个是跟爱情相关系吗？有关吧。那你买票吗？买啊，买两张。买两张。好。啊，那找你们什么问题？前两天伊能静小姐去寺庙给您祈福嘛，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行动？然后看她就是晒了照片嘛，就是膝盖都跪红了，你有心疼吗？他回来以后呢，整个那个祈福大概一个礼拜嘛，然后他比较，他有他的信仰，然后说一个礼拜大概磕了1000多个头，然后我还是挺感动的，然后我就说，还是要多跟秦昊合作，多多拍戏，多多赚钱，把他养得好好的，就这样。挺让你感动的嘛，然后那你做过最让他感动的事情是什么？我做过最感动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一直都在吧，然后陪伴嘛，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能做的最浪漫的事情。